还有一位已经把前男友当成乌龟一直拱一直拱的那个，就一直敲一直敲。好，今天应该会有机会哦。第57届综艺节目最佳主持人得奖的是黄子佳 Lulu 黄璐子怡，婚礼歌手。今年刚好是我入行第10年，然后我其实每一年坐在第一排的时候，我都觉得离台上很近。我很开心，我扎扎实实的花了10年。从第一排走到这里，让我知道其实主持这份工作是非常神圣的。谢谢大家，我是主持人露露。第57届电视金钟奖节目类颁奖典礼，为什么要改一个地方？因为就是因为刚才坐的地方不对，我确定一定要换个风水，不是迷信，我没有迷信，好不好？哎，你怎么还在啊？你不能以为你是红毯舞美你就了不起了，对不对？你这么 follow 时事，果然是一个专业的主持人，都有在 follow 时事。哦，你在红毯实在太吸引人了，对不对？但不好意思，这段时间是他们的。我跟你讲哦，全场只有我有麦克风。我跟你讲，得奖感言先讲。我讲，万一没有得的话，不会太尴尬。周文轩，你今天难得穿了一个这样子，对带长辈出来讲一下来。对，就这次可以就新南入围，然后非常开心，就是一定要用长辈来跟大家见面。让大家今天开开心心，然后参加这个盛会。漂亮，你真的非常有心呐、啊！你不这样穿，我们根本不知道你有长辈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太重要了，这一段太重要了，各位，用无比期待的心情，好，来欢迎我们的颁奖人高一平、许孝顺。部长好，现场的各位长辈长官们大家好，我是高怡平。好久没有见到你了。是，顺哥好。这段时间你都去哪里了？我都在家里相夫教子，偶尔做节目。对，你们看到所有的主持人今天坐在那边琳琅满目。是，而且每一位都是多产的。有，你看有阿公哦，瓜哥，对，资深阿公，还有准备当阿公啊，宪哥，恭喜，而且要连当2次哦。那话连装的，是连装。还有那个穿红色长得很像阿公哦，曾哥，陈不还没有，没有陈陈。还有那个泰国的皇后也在现场。我刚刚一度以为漂亮，非常美丽，沙瓦迪卡。不错，是。我刚刚一度以为有一座庙在那里。时尚，那个是 fashion。还有一位已经把前男友当成乌龟一直拱一直拱的那个。露妹。露露有加油加油。有8个男朋友，6个而已、啊。7个，就一直敲，一直敲。好，今天应该会有机会哦。有，好不好？有，我们对你有信心。对，所以今天呢，这个是最渴望得奖的一组，全在这里，辛苦你们的各位主持人。耶！汗点没有讲到，先别，今天那个讲座给你，先不要吗？要，对。第一次看他说要的。要。他以前都说先不要。今天不要客气，哈，今天是你的就是你的。那我们来看看呢，是不是有影片要看吗？有。现在我们很荣幸为各位一起来看一下，就是第57届金钟奖综艺节目主持人入围的有。来，综艺节目主持人奖入围的有。手没有东西，对不对？小 S、徐熙娣，熙娣想聊。影响原创影视股份有限公司，吴宗宪、陈汉典、露露、黄璐、子英，综艺大热门。三立电视股份有限公司，胡瓜、胡自雄、阿翔、陈炳立、赖慧茹、懒兰、蓝静文、郭中佑，综艺大集合。民间全民电视股份有限公司，曾国成、卓文萱、詹姆士、郑坚克、吴秉承、型男大主厨，三立电视股份有限公司。因为我新郎太帅了，我想要黄子佼、露露、黄璐、子英，婚礼歌手，
东森电视事业股份有限公司。好了，不好意思啊。娇娇，娶某前生囝后哈，你的几率很大啊。是谁？我们请顺哥啊，在。哎，等一下，你有老花眼吗？有。你已经有老花眼？我有戴眼镜，有。那你几度？150。我250，你先。哦。那就我来，好来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第57届综艺节目最佳主持人得奖的是黄子佳 ，Lulu。黄露子衣，婚礼歌手，太厉害了！主持人与新人真诚互动，氛围温馨感人，又兼具娱乐效果，是其亮点。前期准备细致周详，节目性质创造主持人价值，有别于之前主持类型，令人惊艳，并充满幸福感。60万的名牌包到手。哇！露露！哇！所有我的支持时间都给露露。好，冷静，我没有，我原来拿奖是这个感觉。好，谢谢。对不起，他先解锁一下。对，好，谢谢，好，我拿着奖。好，谢谢，我冷静一下。好，首先我想要先谢谢娇哥带我走上台，谢谢。我觉得可以很幸运的遇到这样子的好搭档、好师傅，然后在我开心的时候，他为我鼓掌；然后我难过的时候，他为我开导。谢谢你。然后我要很谢谢我台下的搭档，谢谢倩哥，谢谢汉典。跟你们录影，我真的很开心，爱你们哦。然后我想要说，然后我还想谢谢我的经纪人丹尼尔，他应该在外面哭。还要谢谢我的助理小陈，他叫冠宇，然后我要谢谢我的老板，现在是陈振川先生，但是我要谢谢在现场我曾经的老板在哪里，谭哥，谢谢你，我要谢谢珍妮姐，也要谢谢我的第一任老板詹哥，谢谢你们，还有带过我的经纪人阿汤和小贤。我其实想要上来拿奖，我就是想讲出他们的名字，因为他们发现我，然后我一路才走到今天，谢谢。然后我要谢谢我的家人，我的妈妈、爸爸、妹妹、我阿姨、我的老师。总爱，谢谢。然后我要谢谢我的粉丝，谢谢你们。然后今年刚好是我入行第10年，然后我其实每一年坐在第一排的时候，我都觉得离台上很近。然后每次听到颁得奖人说，我都没有心理准备，我其实都准备好了，早就写好了，但是。我很开心，我扎扎实实的花了10年，从第一排走到这里，让我知道其实主持这份工作是非常神圣的。然后想让大家知道的是，虽然我们在台上谈笑风生、嘻嘻哈哈，但我是用非常认真而且严肃的态度去看待这份工作。主持工作是我的使命，然后在舞台上表演也是我的火花。每一次的登台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学习，谢谢大家给我这些机会。我会继续努力，然后带着这样子的职人精神继续在台上表演，谢谢大家，我是主持人露露。
我们要继续颁下一个奖，因为它是有一个特殊的安排，对，好，但是再次证明 Stan Gang 熬金价厉害哈。耶呼！他说我得奖要给爱马仕，爱马仕皮带，好，